线。你话可得好好讲一个。啊什么？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说到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，奇怪，因为我的咪咪。咪咪怎么？不是，我家的猫咪咪，它最近都不喵喵叫，它最近都喵喵叫。所以奇怪，什么事？我家的狗咪咪，你家有咪咪？对，我家。它怎么样？它汪汪怎样？它最近都不汪汪叫，它也喵喵叫。哈哈，到底是谁有这样女神般的影响力？
棒了，太棒了！今天就是要这样，一直维持下去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下一首唱的很悲情的歌，你也要这样好吗？对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现场。然后刚刚唱的第一首歌呢，就是我专辑里面最动感的一首歌。然后希望第一首就可以交给你我所有的热情。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同学在这个学期，还有接下来我们很棒的冬天，很多很棒的节日，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充实，非常的快乐。这是我今天来到现场的目的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，跟刚刚的风格差别非常的严重。对，刚刚说了，最近有没有心情不太好的同学？哇！我每次问起这个问题，就觉得很像世界末日要来了，每一个人都过得不是太好啊。谢谢你给我热情的回应。然后这首歌的作用呢，因为它的整首歌的词跟曲都写得非常的壮烈，然后低又低得很低，高又高得非常高，所以它是一首可以让你彻底宣泄所有不开心、难过的、被遗弃的或者是不爽的情绪。这首歌除了有这个作用之外，我也希望如果你会唱的话，你等一下大声跟我一起唱好吗？那去 KTV 也稍微自己点来唱一下好吗？有后面的同学，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叫我了，谢谢。每一次站在舞台的这个角度，最棒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脸，谢谢谢谢，真的都看得非常清楚，谢谢。然后今天有很棒的音响器材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享受今天晚上10000000次的泪水。心会痛。
谢谢。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哭到最用力、最大声的勇气，然后哭完了又是一条好汉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还可以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之前就认识我的，举一下手。哼，你们实在太厉害了耶！像我有点不想要回家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了，请举手。哦，太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今天其实用现场演唱的方式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我可以从 CD 里面走出来，然后活生生的一个字一个字唱给你听，然后顺便告诉你一些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小故事。在那之前，歌手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保持喉咙的湿润，所以我们要喝水。喝水的时候，一个专业的歌手必须要有掌声加尖叫。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谢谢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，治理真的是我唱到现在最厉害的。起来，所以我有一点点的疲累，但是今天你们这震耳欲聋的尖叫声，你们的热情把我都唤醒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演唱，然后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常常见到你们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是我今天要送给你最重要的一个礼物。对，很多人都猜到了，但是我还是要从头的慢慢的告诉你我今天想要告诉你的话。这首歌的歌名有五个字，存在的力量。谢谢，我讲完这五个字之后，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声音，谢谢你们。这五个字很短，很简单。这首歌的歌词也很浅白易懂，它的旋律可能听过一次你就会有印象，它是一首非常非常简单但是直接的歌。它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感觉，是因为当它来临的那一刻是真心的，我是发自内心有这样的想法。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么的知道原来我有这样创作的能量。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很厉害，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，在我写出这首歌的那一天那一刻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做到这样一件事情。然后时间今天才可以站在台上，然后有一首这样子的歌。如果它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力量，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感动，对我来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棒最重要的礼物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有这样一天。你可以陪我唱这首歌吗？可以让这首歌住在你的心里面，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？我希望这首歌，这个音乐
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他，然后你就会唱出他，然后我就会像朋友一样在身边陪伴你，跟你一起努力。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梦想，但是我们用同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替自己许下自己最想要的那个心愿，可以吗？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存在的力量。存在的力量。